在多个县市近日都受强烈对流影响，突如其来在午后下起大雨，暂时更造成双北地区淹水。而李玉玺发文透露，自己稍早外出时也难逃雨水的攻击。他当时心想，走到停车场距离很近，大约只会淋雨十秒钟，所以就没有特别撑伞。谁知道他低估了雨势，短短时间内身上白色 T 恤也当场湿透。发尾及今天上也全是雨珠，让他自己看了忍不住笑说，走到停车场短短十秒钟的时间内，却让他直接傻眼笑说，我怎么跑去滑水道玩了，直呼实在太夸张。不过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笑说，我好像只看到性感胸肌，这个师生秀太养眼了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Bye.